除了文化教育没有课程，只有陪伴参与。用身体记忆很简单啊，你身上有疤，你一定知道你的疤什么回事嘛。这样子的记忆就会在你身体里面，它就变成一个无形的一个种子教育。它在适当的灌溉，在适当的土壤，适当的湿度温度，它就发芽。当它吸收养分完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知道我可以做什么。 前面接，前面接，前面这有点重哦。青年团就是代表说一个军队抵抗外来的势力，就是有青年团才会有整个部落，不管发生什么灾变，第一个就是有青年团。 把这个事情要完成，干净青年团一直到我现在我担任的团长，都是以这个秩序在维持的。